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这个函数图形哈，已知 P 点的哈，为切点的哈 ，P 点呢是在这个函数图形上面，它的这个切这一点的那个切线斜率等于3呢，那么他要求这个切点坐标是多少？好，那我现在哈，先求它的斜率函数，我就以此为分嘛。等于3x 平方减6x 加6了，啊，加6的话，那我令它等于3嘛，令它等于3，我就可以把 x 算出来，移过来了，移过来的话哈，那就3抽出来，哦，就是 x 平方减掉呢 2x 嘛，啊，这里是9。哎，没有，移过来了，6减3就剩下3了，所以这加1等于0，那这是 x 减1的平方嘛，所以 x 等于1，我直接个解。好，那 x 等于1的话，这个是 P 点的坐标 x 等于1，那 y 等于 m1，y 坐标多少？就带1嘛，1减3加6减5，这个负21。负二减一的话是负一啊，所以呢 ，x 坐标是1 ，y 坐标是负一啊，所以 P 点坐标多少 ？P 点坐标就是 x 坐标1嘛 ，y 负一 ，y 坐标负一，所以是1负1。